上次我疯了吧？为了你，我愿意。 我没事。你干嘛？你先把刀子拿开。你要是敢伤了他，是把我放定了，大家庭死谁也别想活。盛翔，你不要闹了，现在就消失在我面前，快走！ 走！你现在就走，快走！你都快死了，还管我走不走？你真的以为帮我走才可以征服全宇宙啊？你现在不走，是不是想死？对，我就想跟你一起死。你死了，我怎么可能好好活着？我办不到。到什么时候你还跟我争？你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？ 喜欢我？废话！没想到，我居然有机会亲耳听到你喜欢我。你们够了没啊？就算现在死了。 没事吧？没什么。